错不错，这是一块台山玉的乌鸦皮籽料，这是扔在鸡窝边，颜色丰富，通透润泽，这是一个颜色很好，而且呢料子干净，有黄色，有白色，这边呢有一点点类似于橙色的，形状可以做一个比较饱满的手把样，很不错。很多石头呢一定要把它切开才知道的，本身这个石头呢它是一块比较其貌不扬的，不是非常的好看起来，就是来切一下吧，但是开出来呢里面的还是挺满意的，这种料子呢比较少见，因为它是黑色皮的，而且呢里面还有一种黄色的其他颜色的，做一个饱满的手把件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呢切这个料子呢还算是比较满意，不错。